재밌게 놀았어. 잊어버렸어. 뭐 어떡했어. 매일 내가 전화 해줬어. 네가 버린 내 맘 공허해. 꽃 버려져 텅 빈 거리 같아. 大家欢迎来到九九二老师丁丁，喜欢丁丁的话点点直播室通知哦。用我教你们怎么点吗？不用吧。然后手机用户左上角会有一个黄色的加号啊，星星加号。电脑用户点点这个直播室通知，还有搜搜西麦哥哥们，爱你们哦。然后插播一条小广告，我们九九二在招场控，有意向的话加一下麦序上黄色马甲的哥哥哦，二号和三号麦序懂得和艾伦哥哥。衣服的英文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那个给你们挑下一个。I'm
我老是要么穿有点露胸的衣服，就是老忘我，要么穿这种衣服就一劲儿老想我。我这人活得好那什么纠结啊。欢迎来到九九二的哥哥，喜欢叮咚点点叮咚关注啊，点点直播时通知，爱你们哦。我下一场会换衣服的，然后那个再插播小广告，九九二在招场控，有意向的话加一下麦序上的文字，那个三号和四号那个麦序的那个黄马哥哥啊，喜欢叮叮，嗯，爱你们爱你们哦。然后给你们跳下一个舞啊！感谢熊猫哥哥，谢谢熊猫哥哥的棒棒糖。It kills me, baby, kills me.
来到992的哥哥们，喜欢丁丁点点关注，爱你们爱你们。然后15分钟以后我还会回来的，你们要做好准备看我，我要换风格喽。然后下面会有那个小哲童为大家更精彩的表演，不要看我脸，我最近在感冒，出汗都特别红。那个，然后会有小哲童为大家精彩的表演，哥哥们不要离开哦，千万不要离开。如果想看我的话，也不要离开。还有就是招场控，不要忘了，快联系一下麦序山的哥哥吧。拜拜，换完衣服我们一会儿见。